就和我自己吧。啊，我又不小心买很多衣服了。我好像每年到这个季节常常都会买很多衣服。在日本现在呢已经在秋天了，我四个季节里面最喜欢秋天，因为东西很好吃嘛，然后也可以看红叶啊，看自然很舒服啊，然后天气也刚刚好的温度嘛，过得很舒服。然后呢我觉得秋天的衣服有很多可爱的，天气变冷了之后也可以穿穿暖的毛毛的毛衣啊什么的嘛，所以可以选的素材的种类也变得很多。然后我这一次买的衣服也是跟上次一样，韩国的可以购物衣服的网站。我这一次买的地方是果果新谷。果果新谷呢在日本也很有人气的，我也有看过很多人在这里买衣服。这个果果新谷呢虽然它是韩国的衣服网站，可是在日本也可以买，然后在台湾香港也可以买的。对日本人来说呢，这个果果新谷里面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看，真的就是 CP 值很高的网站。那因为里面东西很多，所以我们马上开箱吧。我已经没有好好记得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哇，可爱包包。我这一次买了这么多，哇，可是呢其实买了这么多也不会很贵，因为每一件真的很便宜，大概1500日币左右的。你看哦，这么好的毛衣，它也是不到1500日币耶。如果在日本买的话更贵。好，那实际换衣服给大家看哦。我要看你换衣服。びっくりしたわ。我要看你换衣服。びっくりしたよ。带你屁股哦。好，那第一件衣服穿的登场。じゃじゃん、こちらです。我现在穿的这三个咖啡色的毛衣、白色的连身还有黑色的包包都是在果果新谷买的。我是其实看那个果果新谷里面的模特儿的穿搭跟他选一模一样的，应该不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一看这个花的连身觉得很可爱，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的连身，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搭配比较好看，所以我跟那个里面的模特儿小姐学这个。这个毛衣是这样子，哎，它真的品质很好哎，虽然很便宜。然后啊，那个里面的模特儿大家都会这样穿的耶，折起来这样子耶，还是很大，很可爱耶。包包是这样子的。里面是这样子的简单的包包，我现在使用的包包也是黑色的，可是我每次买的都是比较 casual 的。这个是漂亮的，穿搭也很配吗？如果没有穿这个毛衣外套的话是这样子的。毛衣呢其实很厚，冬天也可以穿的感觉，现在穿的话有点热。好，那换衣服吧。嗨，第二个穿的是这个，有点像大学生的感觉。这个包包是我本来就有的，我这次买的是这个毛衣 Seta， 还有里面的这个衬衫是连身的，连身衬衫没错，我这个穿搭也是跟
那个模特儿学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呀、啊，所以我也想要模仿他这样。可是我发现我的话这样穿的话，看起来有点，胖胖的感觉。这么长的，里面的衬衫连身是这样子的，有点像睡衣的，我喜欢这个感觉。然后这样随便挂在自己的肩上也可爱。它的布，这个素材真的是很像睡衣的感觉，所以当睡衣睡觉也很舒服的感觉。好，那第二个穿的是这样子的，那下一个吧。呀，这个上面下面都是这个个性格买的、这个牛仔裤我上次的那个在韩国网站买太多的那个那一集的时候也有买一个牛仔裤。那个牛仔裤呢，其实肚子的部分有点太大了，大小不太适合我，所以我这一次再挑战买一件牛仔裤。这一次选的大小呢，故意选了比较小的，是 S size， 我选了 S size， 结果有点紧哎，有点小。可是这个牛仔裤的颜色啊，它的长度啊都刚刚好哎，我喜欢的感觉，长度是这么长。我喜欢的程度，可是我的这边的肉肉啊 ，Oh my god！ 我要更努力去健身了。好，那第四个穿的登场，佳佳是这样子的，这个穿的也是跟这个模特儿学的。这个白色的裤子呢是这样大大的。然后high waist 在高高的地方穿的，所以有腿长，看起来腿长效果。然后这个红色的格子衬衫，这样的格纹的衬衫是有很多嘛，可是这个是还有戴帽子的，我觉得很特别很可爱，有点深的这个颜色也我觉得很可爱，很适合秋天。好，那下一个是最后一个穿的，呀，怎么样？这个我新买的是这个上面，这是刚刚的包包吗？这个圈子是我本来有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格纹衬衫？是跟刚刚的黄色的这个一样的，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因为我觉得这个格纹衬衫有戴帽子的这个太喜欢了，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它有两个颜色吗？我一直考虑要不要买那个，结果买两件。我这一次参考的模特儿是这个，她在穿的那种颜色的裙子我这一次买不到，所以现在穿这个我本来有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样穿好看吗？也好看哎，我喜欢哎，也喜欢。以上就是我这次在果果星买的一大堆的衣服，真的在这个果果星里面有很多种类的，又便宜又好看的衣服。 Cospa 的意，立文会讲 Cospa 的意， CP 值很高的衣服很多，而且在日本也可以买，在台湾香港也可以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把他们的 URL 贴在下面的说明栏，大家可以去看哦。那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我介绍衣服穿搭的影片的话，给我一个赞，还有请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